你晚上三更半夜回来，我什么时候审问过你？我什么时候怀疑过你？你去跟人约会去了啊？什么时候？没有。对，你也不需要，你只管是派人去监视我，然后挖了一个坑让我跳下去，然后可以找个正当的理由离开我，可以去找你的旧情人啊，找周凯文啊。王晴，你太卑鄙了，你真是太过分了，太龌龊了。 这孩子真好，可惜啊，我没这个福气。梦晴，这营养品是给你买的，你千万注意身体，别累垮了啊！谢谢爸。 那我回去了，你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挂电话，我不会告诉建平和他妈的。那我送你。不用了。爷。豆豆。豆豆。豆豆。 豆豆，你醒过来了？叫爷爷，叫爷爷，叫爷爷，爷爷在这儿呢，爷爷在这儿呢。你再叫豆豆，再叫爷爷，再叫。豆豆，哎呀，豆豆能说话了。豆豆，你会讲话了。豆豆。 再叫爷爷，再叫爷爷，哎，豆豆自闭好了。这个是我研发的智能手机 APP， 你去做个市场调查，你看一下现在市面上有没有类似的产品。嗯，哦对了，记得抓紧申请专利啊。好的。建平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下午的飞机吗？不去了。为什么？ 别提了，比早上起来跟吃了炸药似的。哎，你那个 APP 我看过了啊，这次肯定能火。真的吗？我刚叫他下去，打算先做一个市场调查。调查什么呀？净浪费时间。现在做生意讲究的就是快，认准市场马上行动。我去找个厂商洽谈。哎，相信我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们研发的这个软件就能开放付费下载。 到时候我们就能登上付费下载套货100版。真是这样，那就太好了。哎，我说你就对我的研发成果这么有信心啊？当然了，我当然相信你了。把你手机借我用一下。喏，哎，孩子可以说话了，也可以说孩子是因祸得福啊。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院？我已经检查过了，孩子恢复得很好，随时都可以出院。<笑>我们可以出院了，<笑>太好了，谢谢你了，医生。不客气，豆豆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王姐，那我现在去办出院手续吧。好。小俊，走，咱们办出院手续。要请假吗？<笑>开心呗。嗯。 是不认识的人的电话。喂，是我，别挂。打电话来有什么事吗？ 我想跟豆豆说几句话。我不确定他想不想跟你说话。
麻烦你把电话交给他好吗？一个小家伙，撞出先知先觉了。有人想跟你说话。豆豆，我是爸爸。爸爸，你怎么还不来看我呀？豆豆好想你啊。豆豆乖，爸爸这段时间比较忙，等爸爸忙完这段时间再去看你，好吗？ 是不是因为豆豆不乖，爸爸才和妈妈吵架了？爸爸不要豆豆了。豆豆乖，豆豆非常乖。爸爸妈妈吵架不是因为你，知道吗？等过段时间爸爸去看你，给你买洋娃娃好吗？豆豆不要洋娃娃，只要爸爸不跟妈妈吵架，好不好？爸爸知道。电话给我吧，你说话的时间太长了。 你要跟爸爸讲话，我才给你。妈妈现在没有什么要跟爸爸说的，一定要讲。那你想让我说什么呢？你说你爱爸爸，我就想妈妈讲这一句。嗯，我爱你。豆豆，刚才是你吗？ 拜拜。昨天你去哪儿了？昨天你去哪儿了？你把你的父母留给我，你把新郎官带走了啊！你知道昨天发生多大事吗？你那个新嫂子哈，她简直太不可理喻了。你知道昨天闹得都不可开交，你知道吗？我是问你，昨天我后来给你打那么多电话，你为什么都不接啊？我为什么要接你电话呢？你都不告诉我你去哪儿了，我为什么要接你电话跟你解释呢？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不，如果我是在陪你演戏的话，那这戏是不是也应该 over 了？ 好，这是你说的，那以后我都不会管你了，也不会找你帮忙了，咱们俩现在没关系。你没关系也是同事关系吗？同事你就不接我电话呀？啊，我打你那么多电话你不接啊？不是，你要听我解释，你冷静点。昨天那么混乱的场面，我是在陪你的爸爸妈妈，对不对？你们家里那事儿，而且我手机调的静音，我哪有时间，哪有功夫接你电话呀？ 我昨天打你那么多电话，我那时候打不到车，车都坏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啊，理解一下，理解一下啊！好了，好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我警告你啊，以后你要再不接我电话，就别跟我说话了。好嘞，同事。